江山的时候，是谁来领导？是我们佤邦联合党来领导。佤邦是革命前辈用生命换来的江山。禁止毒品的时候，是谁用人头来担保？是我们鲍主席做出人头担保。佤邦联合党，我们热爱您。建设佤邦的时候，是什么规划来鼓舞？是我